来来来，韩国首尔超人气的烤肉店，这次结合称霸南台湾的 TCRC 调酒，准备要让大家嗨翻整个信义区喽！哇，一进到店里面就这么大的橱窗柜，里面呢少不了的就是韩国道地的腌萝卜、泡菜，然后还有韩式海苔，大家拿好拿满就可以赶快到位子上面开动喽！哇，这个牛横膈膜可以说是烧烤店中最梦幻的一个部位，因为每一头牛呢都只有一条细细的横膈膜，而且口感 Q 弹又鲜美，好想赶快吃哦。这个伊比利猪，天哪，看到上面的这个油花就觉得非常的美味。喜欢吃重口味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请老板帮你加入韩式泡菜一起拌炒哦。你看这个火焰，超美的。各位，你们看韩剧应该都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吃烤肉的吧？通常呢都会拿着一片蔬菜，然后呢再加上刚烤好鲜嫩多汁美味的肉，再搭配他们的泡菜，然后放入口中，超饱满的。这就是韩国最道地的喝酒文化啊！只要呢在11秒内喝完这三杯里面装的啤酒呢，就有机会参加小游戏哦。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看谁喝得比较快。哇，上面漂浮的这个呢是自制的香料红酒，一口烧肉一口 shot， 喝起来呢就是清爽而且又没有负担哦。又是你这一杯当然少不了的就是柚子跟豆蔻，有一些淡淡的青草香气，一口喝下去呢嘴巴就会有非常多草本的香氛哦。接下来春神这一杯呢，它调和的是茉莉花伏特加，还有西洋梨酒以及甜白葡萄酒，喝下去的整体口感呢，除了清新以外，还带点淡淡的花香，我觉得啊是女生朋友会喜欢的哦。釜城这杯呢，它是用台南的饮食文化去做发想的调酒哦，里面除了有台南有名的关庙凤梨，还有乌醋，打造出一个生地啊生地的酸甜恋爱滋味哦。爱吃烤肉又爱喝酒的朋友们，你们还在等什么呢？还不赶快嗨翻整个信义区！